大家好，我是阿五，今日要来介绍一间我最爱的店。店内面主要拢是咧卖披萨，迄个巷路画甲真神呢。店内面无咧卖饮的啊，啊，毋过会使家己炸。头家真认真咧做披萨。我真喜欢这种装潢，很漂亮的。这有水和盘可以自己拿。本来还有二楼，可惜二楼现在没开放了。香哦。这个是素的，嗯，好好吃哦。不用沾了，不用沾。它的盐没那么好吃。甜啊，对不对？香度也很强。嗯，这口味蛮喜欢的。好吃吗？把它开走。嗯。一点点醋味。很好的，啊，你们是番茄味，嗯，这个太爽，挺好挺好，这我很喜欢，我看猛加辣，物件好吃，音乐阁好听，欢喜甲摇来摇去。